这些字量你怎么交货？你跟我说，你说吧，怎么样解决？这小事还能难到我这个十年的老师傅吗？啊，我要看看看你怎么。这么简单，你放心。所以说，你只是做过老板，没做过我们农民工，你不知道我们的技巧。哎，我们放心降下去，这边好了，再打下去那就平了。你先做好再说，我要看看你的什么情况。老板，过来看一下，这质量怎么样？摸起来光滑光滑的，是不是？